一拍的店里啊，一拍007，大家期待已久的一拍007，我们等了很久，我知道，别骂了，别骂了，我们已经来到店里了，拍这个一拍007。那这家店是他们的城市展厅啊，所以稍微会小一点，不过问题不大。两台实车，一台是紫色，一台是银色。这个银色我觉得非常像那个小鹏的那个银色啊，还蛮帅的。那个银色要比紫色我觉得帅一点，可能那个紫色小姐姐会喜欢一点。那我觉得银色还是蛮好看的。这个整个车型放在这里觉得很大啊，可能是因为展厅的原因，所以显得特别的大。整体外观造型上面大家应该看过很多相关的视频了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。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，有点PCI 的那种感觉啊，我觉得有点像他们的大哥，就是那个追风追光，哎，有点像他们大哥追光，还蛮好看的。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车是有个尾翼的，这是600的那个长续航版本，然后它是带一个尾翼的，然后整个背部的造型非常流线，而且这个车型是掀背车型啊，掀背车型整体上我觉得会更加的好看一点，然后空间利用率也会更高一点，能看到吗？就相对来说，如果说同样是轿车来讲，如果不是掀背的话，可能利用率会低一点，但是整体的空间表现我觉得一般吧，说不上特别的好，因为整个地台是相对比较高的，打开来以后里面有个很大的储物槽，这储物槽还蛮大的，比我想的要大很多，而且它是有台阶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，它不只是下面这一框啊，它其实这个高度上还是有的，看到吗？它其实整体的这个储物槽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然后我其实不是很理解的是，它那这些东西放在这边啊，其实它如果是后备箱再设计一下，其实整个后备箱可以做得更大，我是有这么认为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进深其实很大啊，这储物槽其实可以做得更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做得更大。然后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低音箱，后面有个低音箱，但是整个掀背尾门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其实我那天在说这个车就是追光的是吧，廉价平替。这个车如果很多人不了解啊，我们先基本的参数跟大家说一下。这个车型尺寸是4880×1895×1460啊，轴距有2.915米啊。整个车型也是整个东风的量子平台的全新车型，有增程版也有纯电版本，然后增程版的续航是200公里，然后纯电车型是530公里跟620公里，我们现在拍的版本就是620公里，然后还有一个顶配的540公里的双电机版本，那个是前后200千瓦的电机啊，百公里加速也能到3.9秒，还是一个非常猛的车。那前后双电机让我想起了领跑的 C01 也是一样的配置啊，前面200千瓦，后面200千瓦，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啊，我觉得动力够了啊，这不是关键啊，关键是低配啊，它低配是160千瓦的电机啊，200公里的增程，这个车型我觉得我还是蛮期待的，因为200公里增程其实你能选择的不多，市面上原来只有寥寥几款啊，比如说 S203，比如说是哪吒，比如C01，就你只能想出那么几个，它是一个新选手，我还是蛮喜欢的。然后整个车能看到吗？是比较低矮的设计啊，整个车型流线型也是非常好的。它的风阻系数只有0.209啊，还算是比较低的。你要是想啊，这个车尺寸其实一点都不小，风阻系数在同级别里面算比较低的存在。当然，你说跟那种追求极限的，比如说18这种比，那它还是，稍微高一点点。那18毕竟比它要贵，起步价已经账面上贵20000多，而且18没有插电版本啊。其实我觉得，增程跟插电是一样的，就是可以混动版本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型的电池啊，是来自于东翼新盛啊，你可以理解成，某厂的挂，某厂的换名字版本啊，然后是用的磷酸铁锂的液冷版本。然后呢，电池的度数呢是28.39度跟56.83度，顶配的600版本的是70.26度。那整个车型的机械结构啊，很多人想了解一下这个车型机械结构，其实前面是麦弗逊的，后面是五连杆的。整个车型的动力部分包括它的驾驶部分据说评价很好啊，那现在这边还没有试驾车，到时候有试驾车了我再给大家试一下。据说这个车的底盘功底很有东西，那我具体不知道，一定要试一下啊。后面是五连杆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车型有几个细节啊，我想着重聊一下。那很多人因为我看了一些视频，大家都没有聊到，就这个车型是大概率全系标配 L2， 但是呢它的 L2 的加的部分，就是它可以选择几个版本，
几个版本，就是它自驾部分是用的黑蚂蚁的 A1000 芯片啊，这个是很少厂家用的，原来在市场上还是很受追捧的。之前一汽、东风，包括我们说江汽都跟他们签了协议，样车应该是A1000芯片的，实际上车的应该是第一台车型，差不多也有50多 T 啊。整体的智驾方面是能够做到 L2 加加加的，然后也能做到行泊一体，我觉得跟增程三乘二差不多个水平，能做到行泊一体的这么一个国产的高阶芯片吧，智驾的。然后原来代号叫华山二号，这个车型还是这个芯片还是很有意思的，我下次有机会跟大家详细聊聊。但是黑芝麻现在有个问题是他们的上市计划好像被打断了，我具体不是很清楚情况，但是据说是停止上市的，这个对于这种独角兽来说我觉得其实是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实际内部啊，首先它是无框车门啊，无框车门这个车型这么帅对吧，无框车门非常的合理。我觉得你如果是更便宜的车型啊，那你实际有框车门也 OK， 但是这个价位里面你看这个价位很多车型都是无框车门啊，我觉得用无框车门没什么毛病。然后另外一个是看一下内饰啊，内饰部分这个车型现在预售价是150,000多，那我觉得我还是很满意的，对于这个预售价我还是很满意的，我希望它的实际发售版本还能再降一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方向盘啊，方向盘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三辐式的方向盘，然后呢这边是我现在阶段比较喜欢这种拼接式的方向盘的皮质，手感也还可以，中间是他们的一个全新的 logo， 黑化的东风的 logo。 然后呢这块屏幕呢并不是我们在很多的媒体上见到的那个翻转屏，这里摁一下它也不会有。一位您切换至战斗模式。战斗模式。一位您切换至经济模式。它并不能说这个屏幕翻转过来怎么样是不可以的，但是这个版本是有抬头显示，抬头显示应该是选配的，这块屏幕到时候那个翻转的应该也是选配的。然后来看一下车机啊，这个车机也是他们全新做的，但是这个车机应该还是在体验阶段啊。我们并不能做更多的评价，到时候我们实际量产车试驾的时候，能试驾的时候我们再来评价这个车机。现在看起来这车机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，还是比较原始的状态。那我是希望这个 Smart OS 啊，到时候能够更加聪明一点，有一些第三方的应用。但是我们这边有几个细节我觉得可以看一下，第一个是它这边是有自动泊车的，就行泊一体，这个我是比较认同的，我觉得行泊一体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比较有用的。然后座舱它有一个手势的识别，这个车型有很多的配置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要有，比如说这个手势识别啊，其实不一定要有，意义不是特别大。这个屏幕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。我们看下来，这边是他们的一个手机充电区，这边是一个带侧出风的一个无线充电。然后我们不要它功率啊，我们试一下。我手机是支持50瓦的快充的，看一下它是不是50瓦快充。哦，真的是50瓦快充。这个也要给好评。然后它是有侧出风口的，所以这点是要夸奖的。然后这只有一个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按钮，按一下是两个杯架，然后是带限位的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巨大的按键，按开来是两边开的这么一个储藏箱，储藏箱里面是带一个空调出风口的，但整个储藏箱的面积不是很大，差不多能放6厅330的可乐，再加2厅吧，差不多8厅可乐的样子可以放，不是算特别大，深度还可以。然后把它盖起来，这个车整体的内装上面，其实我刚刚在一个人坐在里面的时候，我还是蛮能感知到，我觉得整体做工表现做的还可以，基本上能摸到的地方都是皮革的，然后那皮革接缝跟塑料之间都还做的比较好的，只是这个木纹的贴片啊，个人觉得还有进步空间啊。我是开始我认为它可能是有那种凹凸纹路的，但其实它并没有，它只是一个纯粹的贴皮，然后上面是一个带氛围灯的这么一个饰板，然后上面是整的一大块的这种有点类似于皮革，有点类似于翻毛皮的质感，是那种光面皮革加翻毛皮的质感的这个皮革的包裹，做还挺好的。然后这个车型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，这个车是带20个喇叭的这么一个车型，这个叫 WANOS 啊，然后这个车型是有20个喇叭，
全车就20个喇叭，16个喇叭在车内，一个喇叭在外面，也就意味着它后期可能可以跟哪吒一样，外面去放声音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里面有一个大嗓门，哎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喂，喂喂喂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喂，你去前面看。娘娘，娘娘。然后能看到整个饰板啊，这个车型其实整体的用料上面我觉得是挑不出毛病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边的整个材质说到这个车窗的按键啊，都做了镀铬，整体的做工表现我觉得还做得比较好的。然后能摸的地方能看到吗？这些都是皮革的，这些都是皮革的，全部都是皮革包裹。然后里面有那个隐藏式的这种灯，这里面在上面一层还有隐藏式的 LED 啊，不知道大家能看出来，可能晚上比较明显。然后上面也是这种类似于麂皮的这种材质，但是又有点像皮革，这个材质还蛮特殊的，我好像第一次看到。然后基本上能摸到的地方，手肘能碰到的地方都是皮革的。这边也有一个灯条啊。 OK， 就是它基本的内饰上面的概况。方向盘上面这边也是实体按键啊，都是实体按键的，这点是好评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觉得是要夸一下的。然后整个车是有一个大面积的全景天窗，但是是没有遮阳帘的，就是全景天幕，不知道它的隔热情况怎么样，这个具体要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看这个顶台啊，顶台上面有一个可以关闭的摄像头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排空间吧。我们门不能关啊，因为这个车是带舒适进入舒适进出的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座位调正确驾驶坐姿。 OK，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。这个车整体的轴距还是比较长的，你可以参考追光啊，能看到吗？我们来坐进去看一下。但整个我刚刚坐进来，我第一感觉是它腿部承托不是很好，差不多有三指的腿部悬空。然后呢，后排空间一拳两拳两拳半三，将近三拳的样子，其实这个腿部空间还可以啊。然后下面也是可以伸下去的，如果这样坐呢其实也还好，但说不上特别的宽大吧，应该这么说。但是你要作为家用应该是完全够用了。然后后面有一个 Type A 一个 Type C 的接口，然后有一个空调出风口，然后下面就没有东西了。然后带一个很小很小的凸起，很小很小凸起，前面有后面没有。然后我们来看到后排的头枕部分啊，是有两个标准头枕，中间这个是没有标准头枕的，这个我要点名批评啊，因为你在这个价格里面你竟然没有第二排的第三位的标准头枕，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的，都到150,000价位了应该是有的。然后旁边是带一个那个阅读灯的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扶手，扶手是皮革的，没有限位的这么一个扶手，标准扶手，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。这车型其实我感觉用料上面都还做得不错，包括后排的座椅上面，我觉得这种白色的皮革，包括你触摸上去的手感，这个海绵的回弹性我都觉得做得还可以。然后是打孔皮的，但是你说做多少多少精致啊或科技感啊，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啊，这是我个人感受。然后现在我们试这个版本，就是他们的所谓的600公里的高配版本吧。它的充电口在左手边啊，有一个快充一个慢充。 OK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轮毂啊。这个轮毂呢是做的比较帅气啊，轮胎是来自于万力的，这个轮胎还是用的人比较少。这个呢我要点名的，我觉得大可不必啊。这个车的那个卡钳，你以为是对向四大活塞啊，但其实这个是卡钳罩，这个不是真的卡钳，我觉得大可不必啊。这车型我还是期待动态的试试看，这辆车到底开起来怎么样。据说据部分的媒体老师褒奖有加，那我还是挺想试试看的。因为之前那个追光其实我们拍过啊，追光我们拍过，但没有出视频。 OK， 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关于东风的E-Pie007啊，这个车据说是在2月份就要开始实际的定价跟预售政策。现在这个车预定价格也很低啊，只要99就能有终身质保，终身质保不是三电终身质保，而是整车终身质保，而且是这个车型未来一年如果有任何调价行为，你都有补贴。就打比方，它现在定价，比如说14.99万，然后开始卖，你14.99万买了，如果它一年内降价了，他会把那个降价钱补给你。这点我觉得还是东风还是
财大气粗啊、哦！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厉害的，至少现在很少厂家会那么来干啊！我还是觉得我还是挺佩服的，我觉得这点很好，对于很多怕被刺的人来说，我觉得是件好事啊，总归是件好事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车型，我非常期待它最后定价，我希望能有一个好一点的价格，因为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就是追光的廉价平替，而且整体车做工用料我觉得还算做得比较好的，正做的做得比较好的，我个人还是蛮期待的，因为业内在这种15万元价位以这种车型其实选择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的多，没有那么的多，我还比较期待的。如果觉得我还讲的不错，或者说你想看一下一派007的更详细的测评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这都会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帮助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想了解，可以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争取他们试驾车一到就来给大家试驾一下。